今天的这次呢 Lollipop F 呢有足够差不多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每个礼拜呢都几乎3到4天都在健身房，然后一次都2-3个小时。其实健身呢真的是蛮累的，然后重点是威廉跟我呢，其实每天呢，那时候我记得一个礼拜一天只吃一餐，对，然后都是很饿，然后要一直跑步，然后锻炼身体。其实在很累的时候通常会头晕晕眩，但是大家那么嗨那么多人来，我就露两个地方。哎呦，第一个是我的黄金右手。哦，好壮哦，天哪，黄金右手很厉害。第二个是我很少跟大家见面的小腹肌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我问一下公司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，检查一下。他们刚比了一个手势，就是公民都说可以耶。来了，哎呦，那个腹肌不要紧了，那内裤要选择一下。转过来，转过来。今天真的好看的吗？可爱的吗？哦，有看到哎。谢谢，不要聊口水了。健身效果那么好，那谁最有成果？其实我们每个人专攻的不太一样，像阿伟呢是针对他的胸部，胸部可以看一下吗？胸部呢，其实这样看呢，我觉得我比较害羞，但是我已经练到。可以靠胸部在跳舞，而且他可以跳舞，5、6、7、8 crazy。 有俊伟，你哎，害羞，差一点要露点，但其实呢，我觉得每个人都练得蛮好的，因为健身房啊，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，但是也不要练太壮了。接下来跳舞就阿伟可以吗？还是说威廉也可以？你说什么？其实我们四个都可以。跳舞，对，胸部跳舞其实 OK 啊。我在我国中的时候就会了。好了，跳一下，跳一下。5、6、7、8 crazy， go crazy。好有点，算了。小玉刚不是也说会吗？小玉，因为我今天有垫胸嘛，对。看不出来，算了，对不起，我刚穿太多了。